还有关于那个加减乘除的部分的哈，好，刚刚是指定运算值哈，接下来的话呢，这个地方就是有关于那个加减乘除，那加 a 加 b 哈，这个应该没有问题。那这里的话，假设说 a 是二，b 是a 是五，b 是二的话呢，运算结果就是七嘛哈，这个应该没有问题。a 减 b，a 乘 b，a 除 b 哈。最后这个会比较特殊一点，在 VB 里面叫 mod，可是在这里的话呢是百分比，哈，这个是比较需要特别注意的，哈，特别注意的，就是求余数。如果 a 是五，对不对？哈，a 然后除以 b 余多少呢？余一，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求余数的话，记得用百分比，哈，百分比。好，那。再来哈，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啊，就是有关于加减乘除的这个 sample 哈，这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加减乘除的 sample。好，那以这个范例来看哈，如果说我今天呢要，除了说用刚刚那个 JR Champagne 之外哈，这边呢我们除了 JR Champagne 之外，另外有一个方式也可以读入使用者的这些相关讯息哈。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 scanner，啊，scanner 不是那个扫描器呢，同样的名称。那特别注意呢，它是隶属于什么呢？Java 底下的 util 的这个套件，啊，套件里面会有一个 scanner 的 class，啊，特别重要，这个是套件。那这个是 class 是类别，啊，一个类别。那这个类别里面呢，它具有这个方法，就是可以。从使用者读的讯息读入资料进来，哈，读入资料进来。那读的方式，哈，特别注意，我这边我们来做一个，我先把这个，啊，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哈。比如说呢，scanner 呢，它可以读资料进来。比如说呢，我要做加减乘除显示有没有？然后呢，假设我 x 是五，好了，哈，Enter，y 的值是多少？二，跟刚刚一样，二。Enter，那你会发现呢，x 加 y 等于7，x 减 y 等于3，乘的话等于10，哈，除的话等于2，余1，有没有？那这个部分的话，也就是说，我今天呢，假设要把刚刚那个 PowerPoint 里面的讯息哈，做一个这个呈现的话，第一个我先 import 的部分呢，可以 import 这个 scanner。那 scanner 它可以做什么动作呢？就是我刚刚可以 show 哈，那 show 的方式就是说呢，特别注意哦，我这边前面要先做一个啊宣告这个当成一个 scanner 哈，把这个 scanner 放在前面，那 stdin 啊这个当成一个 scanner 的一个实体的一个物件，它到时候就可以取得我们要的资料哈，它是一个 class 哈。那我们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物件，好，当成一个物件，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物件呢底下就具有什么呢？方法有没有？启动它的意思，启动它去做什么事？Next int 就是说呢，Next int 就是说我输入我们刚刚 key 的东西有没有，就会传给 Next int 这个方法哈，就可以取得使用者输入的东西。那输入的东西我可以传给什么呢？X，传给他，好，传给他。然后呢，再来，我要让使用者呢再继续输入的话，哈，就是 y 的值是多少？哦，那 print 出去一行有没有？利用 stdin 的方式，哈，它有个 next in 也可以读进来 y 的值。那我知道 x 跟 y 的值之后的话，我就做一个运算。那运算先一个讯息 x 加 y 等于有没有的一个字串，加就是串在一起的意思哦。它跟 VB 很像的地方就是。加其实，在 VB 里面建议是用这个方式，哈，串联啊，串联的一个这个符号哈。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把结果加起来哈，然后秀出去，记得刮弧起来哈。好，再来的话呢，就是 x 减 y 好，然后就把结果去做运算，乘啊，除，然后这边就是求余数。好，这样子的话呢，哈，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哈。那当然，你如果说要让程式呢比较了解，说它运作的方式呢，它也可以用除错模式，好，除错模式，
你可以这地方哦，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设一个中断点哈，在这边设中断点哈，哎，比如说这边也是一样，10好了 ，y 的值是3，好 ，enter， 你会发现呢，这个地方它就会 nest in 过来之后就取得10，哈，这边取得3，再来的话呢就 print 出去，那 print 出去呢，各位可以这边可以看到有没有？这两个值哈，那如果你要看结果，这边可以视察，有没有 ？x 加 y 等于13，哈，可以善用这种方式。右键视察，啊，等于7，一行一行出错，那结果呢就出来了，好，结果就出来，把这边停止。好，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呢，利用这个简报的方式啊，把刚刚这个。好，这个范例呢完成哈，这应该记得起来吗？啊，记得 import 的话是 ut 的点 scanner， 或者是你可以 scanner 你不记得，你记得 ut 的后面加一个什么 star 也可以。这个 star 就是说呢，因为 ut 的底下有很多的套件，非常多的套件，那你不知道说哪一个，你可以全部都引用进来没关系。好 ，ut 的全部。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没有，这边也可以点下去 ，UT 的有哪一些哈？你可以上那个 Duck 哈，当然也是全部都是英文的哈，英文的。那这个地方的话，名称 ，OK Scanner， 这边有一些说明哈。那其他的话，这边是一个 System In 哈，它用串流的方式进来哈。那 printer in printer line 的话呢，就是将 x y 进行加减乘除运算，啊，好 ，OK， 那我把画面先再还给各位哈，试试看这个部分。其实它这部分哈，假设你忘记也没有关系啦，就是说你在输入的时候有没有？你在点的时候呢，它也会出现 net in， 有没有？你按 enter 也是直接可以输入。啊，在 Eclipse 它的好处是说，它会自动帮你做提示。好，把画面呢，现在还给各位一下哈。